不明啊，算了，我升就是了，我升。 开台了，对啊，有时候会开啊。下午一样冷哦，真的。干嘛唉声叹气的？冷，就乖。 笨小子你，你烧早贴的那个是什么？我看不懂。一个是，让我看一下哦。不同语言，然后生出色尾嘛，然后同语言生出色尾是什么意思？是更容易还是不会生出来？那感觉，因为它不是下面有一个是什么？同一个国，哎。 不同国家同语系那个什么东西的，当然，然后稍早想说剪完片去上传影片的时候，看到什么推荐出来是，设为复制设为那个的，就是你把你一只设为不要的设为。 变成你要的设为那个方法，哦哇，这游戏越来越多负面的评论。那时候也看到影片啊，说钻石珍珠，叭叭叭叭，金灿钻石明亮珍珠适不适合入手？然后就有些人开始劝退了，说 bug 一大堆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啊。 好好的游戏，你不要打英文，我真的看不懂，抱歉。你今天什么挖沟出来的 link 那什么东西？抱歉，你们教主实在是，亮尾喵躲到38段了。 我们昨天那位嘎嘎锁到林元安，你是说你 po 出来的文章吗？对啊，你 po 那个链接。 因为卤了某些什么，我现在身上下面还有这批，但是稍微差一点，它上面这些都是已经可以等六那个等色尾的，就买了不要用 bug 玩就好了，干嘛劝退？ 是，怎么说？就一定身边会有人用啊。那用的话，就是可能会跟你分享什么他拿到了什么之类的啦。啊，有些人是无所谓，但有些人会记在心里这样子。哎呀，好了，你就没锁超过10个。你看，你看看昨天杰克。 开始锁一步之前，那个百变怪7只、6只、3只，那个解释是异国生出，设为几率1只6代起，异国配有600哦，所以我还是有机会的哈，600而已，可以683好。
因为昨天结束后，富窝 PC 那边有再聊了一下，然后说 HTTP 说是612分，然后有闪耀护符的话是512分，哎、欸，教主你怎么有点这种着凉了吗？没有，天气冷而已，没事，我没有感冒。是我在五天我在五天要打疫苗了。杰克最后是用打的还是用抓的啊？昨天关台的时候去过，提前关台去的时候，哎、欸，没，我没刚起来，我起来一个半小时以上，哦，两个半小时的。我刚开台就是，我也不知道哎、欸，他刚五分钟就突然吃了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跳出，没有啊，15分钟一次啊，可是他知道我最近太穷，就帮我点了一下广告。有没有要这一批新的啊？摸摸锅。杰克怕打人会断，所以就是用抓的。他不是前几次都是用打的吗？那时候他就看到一进去就在开始打吉利弹，用打的。还是就是，打吉利弹，那就看说打到多少会断这样子，遇什么就打。那晚来出草的玻璃厂员工，我找不。道路的原因欸，我很问哈，你怎么在生蘑蘑菇？你昨天是不是没有在看我的台哈？你有在生吗？你也在生吗？我昨天就有说我在想要蘑蘑菇还是地鼠啊？不吧，穿山鼠，穿山鼠的话是要5000步啊，啊蘑蘑菇3000多步啊，我就想说哦，那就蘑蘑菇好了。干嘛你也在生哦？你也在生吗？还是你那边有一只已经很纯的货了？我跟你换。他们的蛋是随机会出不同宝可梦？没有啊，就是会出蘑蘑菇啊。战争 bug 确实太多，不过现在发现一些很破坏平衡的 bug， 应该之后会跟进去玩。希望啊，不知道会不会去改啊。你升完5V就没升了，为什么啊？你是哪一个 V 没有满？特工吗？我现在是想要色尾啦，色尾的某某。我先吃东西了，拜拜拜拜。哎，怎么像？不可能不改吧？都要上混合其他的，那搞不好也是明年才改啊。之后要二月吗？一月的时候阿尔宙斯啊，二月的时候开轰的话，有些好像他们就是说那个啊，他们的编码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他原本的真传就有的东西，他也是完美的那个啊。带过来，因为他们说是城市码一模一样。安安，啊！而且我不想要关台夫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
有个记录吧，就是至少不会说是什么啊，你是用什么 bug 搞出来的什么之类的。我相信我的干爹是不会，我的干爹我的观众不会。可是啊，万一是其他人欸，看到那个什么设为复制的影片，你这只是复制出来的，你这只是 bug 出来的。之前没改，现在应该也不会，不知道啊。编码直接一直过去修改的啊，但 bug 还在，没有。不知道欸。哎，疾风，哦对，昨天疾风真的用了诱饵球抓到小巨鳄了，快笑死。我在等现在身上这一批孵完，然后再孵那四颗。然后就去花田那边逛街啊，不然这边看太久好腻。嗯？问一下哦。这三颗是旧的吧？吧，是吧？栗子安安，嗨，栗子，我还记得你哦，我还记得你是栗子哦。是不是先玩成全国逐渐再孵比较好啊？你要完成全国逐渐，你要等到明年呢、啊。你有几只神兽是这一边拿绝对拿不到的，除非你用 bug 啦。对，又是 bug， 没错。除非你用 bug， 才有办法把那只叫什么噩梦神哦，还叫什么忘记了？你们那时候怎么称呼他的、啊？有几只宝可梦应该会之后出，对啊，就是在等啊，不然没办法全国独啊。对，达克莱伊，没错没错，那只目前要出来要跑 bug， 就是那天在聊天室一直刷说他有达克莱伊，然后有6V尖牙路杀那位小弟弟，哎、欸，然后又说他有泄密什么之类的。然后，对啊，后面吧，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就去偷摸。嗯，叶咪打克来，另外还有一只外星幻兽，哪一只啊？很更新吗？不希望啊。看这款是我第一款在 Switch 上的宝可梦游戏，也不希望它就是被轰到这么难。幻兽不用，什么意思？什么幻兽不用？可是之前我全国图鉴也是要那三只姑姑看过才行啊。艾欧奇奇斯吗、哦？你是说可以变成四的形态那个吗？艾欧什么的，艾欧什么？哎呀，我也觉得很好玩这游戏。对啊，我是真的很喜欢玩啊。他只是一直。YT 一直推荐我看一些复制的东西，我觉得哦好烦哦，我明明已经通通都点那个了，略过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只要留点特工的就好，对不对？给送人啊，这子宫的移动。要放哪里咧？
IO 其实是在那个百货城这里是，我那个我知道，就陨石是它的四种形态啊，这个我知道。毒疗超棒，我知道毒疗超棒啊，阿棒就是在那个啊黑色屋里啊。被数值版绑架什么数值？我应该已经敷了两箱的某某菇了吧？稍早，刚设定好机器人在敷的时候，已经敷完一箱多了。应该在 Google 搜寻宝可梦资料，就一直侦测到你们。哦，不是啦，那是因为我一直在出那个啊宝可梦影片啊，再加上就是又是游戏类影片。主要是之前有搜寻的关键字是我搜寻那时候搜寻什么？哦，就是那个有一个叫做什么达尔，是达尔那个什么萨尔达达人，他那个影片，他那个影片其实之前在那个动森就有出来过，他那时候是用复制那个大白鲨的那个雕像，那个标本，他就是利用在家里，然后。复制那个大白鲨的那个雕像，然后拿去卖，就说什么好像几分钟内就可以赚到多少多少钱，然后就没有去用。那再来是另外一个是，那之前教什么该如何连锁设为之类的，就这两个人的影片，结果这两个就是这两天就是出了一个是。昨天 M 有贴，就是有一个网站，它可以搜寻你今天丑丑鱼的点在哪里，就是你只要搜寻那个百货大楼的那个今天的开奖日的号码，你就可以知道你今天丑丑鱼的点在哪一个。嘿，一个是这个，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弄出色围的防护那个什么。覆盖色围，就你今天有一只，像比如说我一个卷色围卷卷的嘛，那我今天想要色围玛丽露，那我就把那个色围把玛丽露那个压在卷卷的身上，然后让我的玛丽露变色围，可是我的玛丽露的技能就是都是卷卷的技能，所以这个就很好笑啊，你会看到一个什么类似色围喷火龙，然后用什么攀瀑啊。水泡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啊，他之前就是被叫做什么 bug 达人啊，不是萨尔达达人，是叫 bug 达人。他那时候也是强调说，什么 bug 自己用就好了，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或破坏到其他人，因为他说，他那时候意思是说。就算他今天没有出这部影片，也会有人去出这部影片。然后他说，反正都会出，就是先出给大家看，啊，用不用就是看个人，一样就是取决于个人。能找出这么多，其实很厉害。我就在想说，怎么说，应该也都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怎么找到这种 bug， 要特殊的按法，然后走几步还是什么之类的，而且弄出 bug 就很屌。我后面都没看到，可能按不喜欢。我有按不喜欢啊，我还按的时候，请不要推荐这个频道给我之类的。然后最近还是有在看那个猴子射气球的影片，看说怎么做。是后面要过的都是关卡，都是要四五十分钟起跳的，就太久了，好累哦。你们看到的已经迟了，我看到的早在你们好几天。有些人是故意找游戏 bug， 有啊有，我有看到国外的啊，可是那时候我就看不懂，因为英文嘛。然后来看到好像封面好像有点像，我才想到说好像国外之前有些东西。所以很多就是怎么想，
像早期麦块好了，因为当时我就是说我有在看国外的一些生存影片，所以当时什么最早期的安德塔叫活塞，所以当时我就那时候就有在看，然后铁巨人塔什么，然后那时候国外其实就已经有人在拍了，但是国内完全没有人在拍。然后那时候新大陆就是因为，会觉得科技满满，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人会盖那种水流深怪塔，然后西瓜用西瓜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史莱姆农场那些，那时候国内几乎，我那时候很努力看那个各种实况在那个生存影片都没有，我铁都是自己去挖，然后安德也都是没办法做出，哎靠呀。对啊，我就觉得他到底怎么按出来？不然就是有那种专业写程式的，什么就大概知道有些漏洞该怎么弄。你没说，我真的忘了，你这被搞过啊！爆开了，爆开了。打开能力，欸，包子特性是不是很雷啊？好吧，我上次就说过了，包子特性就是雷，就是雷啊！对啊，所以我在想说，那种很容易找到 bug 的，应该就是有在写程式的吧？哎呀，不，不能放生。身上还带着我的不变之石，我还想提醒你换蛋啊！昨天玩到最左边的城市遇到的，你遇到喷火用攀瀑，问个蘑蘑菇不玩爽朗吗？因为昨天说蘑蘑菇的那个速度是70啊。是吗？应该说斗笠菇啦，斗笠菇他们说什么？其实爽朗或，有个啥啊？爽朗或固执都可以啊。然后只是爽朗的话是速度70，然后说是在第四世代其实算是可以的，怎样？对吧，啊？他们就是说斗笠菇速度是其实是偏低，然后你硬去跟其他人拼的话，你可能还是会拼输啊。那不如换公主。对啊，我傻眼，我已经用土拨鼠了，我习惯上叫他，结果被喷盘。我斗笠菇都玩爽了。然后用特性装养变成技术高手，没有啦，因为主要我这只斗笠菇，大不了后面用香草改嘛。我斗笠菇没有要拿来打架啦，我斗笠菇是要抓宝用，打架还是可以，只是等后面吧。等后面阿亮生给我吧，这样没事啦。技术高手孟特，我知道啊，这他才用刷技术胶囊，不啦，特性胶囊啊，带三颗我们就可以去花园玩了。这边好，哇，这边好难捞。专心听台开车潜水了，好，爸爸，拜拜。孟特在草丛也可以遇到，但是几率很不是。重点，你就算遇到孟特，他要不要进来是另外一回事。这只要在那个公园遇到，欸，
大师弟遇到欸，还是这只野外遇得到，或是等那个大量发生或后院子。加工减速开戏法，那所以就是第一支戏法去送死是吗？第一支戏法，然后再加临别礼物啊，完美。对啊，所以你真的遇到的话，我也不知道他是孟特啊，而且他也是跟戴龙一样，戴兽一样，是丢一颗就很容易跑的那个、欸。我昨天私下前天啊，私下晚上在抓的时候。我真的是抓到跟干，我要扔手法了，怎么跟戴龙一模一样？我妈气死！我真的是那时候我们在阿米狗同花，看标章画出来。远峰安安，你好，僵尸出人你好。三个了，不够不够，需要更多。特防偏低，这时候我不需要特防，然后特防也好，好中特防中特防。哦，是四打四哦，我不知道啦，我没有，我还没打，我还没打对战，我还没打对战，抱歉，如果给了错误的观念，不要骂我。又要请你帮我画僵尸夫人，我没有要画、啊，你可以自己画啊。你可以画你，然后戴僵尸夫人的面具啊，看要正面或是侧面都可以，不是很可爱吗？好啊！安安双打、单打也行，是双打会有另一只资源收引而已。没事，我真的怎么讲？讲啦，我真的很喜欢玩孵蛋。又孵出来会有那种成就感，比起去打对战塔还是什么，我就是之前玩魔物猎人也是啊，我也是喜欢先把东西弄到确定可以打，后面就是不用想太多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开始稳稳的开始我的第一周目，懂吗？就先准备好，就东西都准备好之后再去开始游戏。所以为什么第一前三天我玩的这么痛苦，就是我想要等，也不是，主要也是支线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也是因为，我就是喜欢都准备好之后再去打，而不会是说啊先去打再说这样子，肯定等级没到啊，还是队伍什么挖沟的在做微调。你不会画图？不是啊，你不是画 skin 吗？卖块 skin 而已啊，反正就画个僵尸夫人的 logo 在你的胸口上面，当个小贴纸那种 OG。对啊，就而且那时候在地底挖矿跟挖宝也很快乐。那这两天等地鼠跟啦啦啦，等穿山鼠跟蘑菇弄好，我们再去打火钢神兽，然后先把野外的等级拉上来，不然好难练哦。太白痴哦！这一批都是5V的了，
有没有要啊？哇，这皮不行。还是有人没有在意 V 的，只是想要某蘑菇的，也可以跟我说。自己回去生也可以哦。你记得去蘑菇生人，是他不是每天要看的等级不一样吗？不是什么黑带那些东西吗？好啦，我会记得。我想说那个我好懒得用。昨天关台之前跟繁星挖的那一次，刚好挖到转去换了。抓到两只雷吉系列的，好，恭喜啊！跟我一起挖矿运气比较好，难道你把我的运气都吸走了？怪不得我最近觉得怎么色尾那么难遇了。哦，今天是霹雳电球大量发生，然后过去踩的时候好像在扫雷一样，很好笑。地上一堆宝可梦球，鸭嘴宝宝表示跟不上，不是而。之前用鸭嘴火兽，那时候它太大只，一直卡我，很不爽。然后摆出来，让它走一走，走一走，他们会捡到果子给我。就很可爱、欸，给我东西。没有，用迷之碎片换的。我想用什么迷片换？一言不合就大自爆，没有啦，我也很怕啊。干，那连锁连到一半，他大自爆是算什么？算战斗结束，还是算他逃跑？安安安哦，有些就是爱你，还卡你，不是卡。我才给他带了不变之石，再加那个重新抓一带不变之石。那小小只的就好了，只是要一个火焰之躯再出来逛逛，算战斗结束哦。你被爆过吗？不过真的还好，昨天 M 有来提醒我，你知道你多厚的色尾吗？我还笃定说知道啊，紫色的啊，你去查了就知道了。太气了。已经十二月了，你不是说十二月会开始玩吗？是不是今天？是不是还要再等等？你是不是说谎？你是不是欺骗我？你是不是要给我钱？有定了？不是啊，我知道你定了啊，只是什么时候开始？哦，好。哦，无糖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真的吞不下去哎。加个微糖吧。我是可以喝苦的，可是太涩了。喝什么无糖？这个叫做四季春。有没有人要蘑蘑菇？
给你看他们妈妈，这只，这只就是一开始的最初蘑蘑菇，看看他在哪抓的，大师弟。你多后不是苔藓绿吗？就很丑啊！所以昨天还好没有敷到色尾的那个尼多蓝，把他哭死。对啊，就是看店家的那个茶是什么茶。蘑蘑菇喜欢谁宝的怪好可爱，所以他就逃跑很快啊，北蓝。等一下哦，这个是在210号道路出来的，雷姆的啊。说到这个，干那个谁泡芙嘞，哦，每个都不一样吗？忍耐打瞌睡，忍耐喜欢谁跑得快，恶作剧。你想要蘑蘑菇，可是没带什么好啊，有带再说啦。反正这个目前会留。所以疾风你要吗？你要就来交易啊。交易啊，来交换，什么怪怪的什么用词？反正。现在就是这一批就是已经成型了，我现在只是在等色尾了。僵尸猪人应该很难，就是跟我的实病结合，有够难画的。不会啊，那不然就是你穿僵尸猪人的身体，然后用你的那个人设的脸，你选一个。对不对？选一个嘛。哦，对啊，团团的店到年底而已哦。如果大家有想要吃还没吃的，赶快去预。哎，这次啊，他好像都 po 文开始就不接受网络订购了，哎，也辛苦他了。没想到创业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碰到疫情爆发。真的是很难过。要敷高 V 是不是？不一定要6V 啊，对吧、啊？你就是两个5V的话，就是4V到6V 会那个会有个浮动，然后最长浮动就是5V 啊。讲屁话，你就算是两个6V 好了，你也是有32/1的几率可以敷到6V。那。一个5V 一个6V 就是一样嘛，欸，乘以3吧，就是万一他吃到父母各，嘿，一样。去团团的店刚好没有开放内用的时候，想去体验一下撞头月。那他那个撞头月亮有时候有调高啦，我不知道有没有调高了。我每次都有一样的问题，什么问题？你说6V 吗？所以很多是，那天没听到，或是那天没有来看台。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把每个观众当作，一直有追台追下去的那种在对待。因为很多一定都是什么突然，我们可能前几分钟聊的话题，他那时候不在场，然后他现在开始看台，所以才会觉得他跟台跟到的，就隔天又我才会问了一样的问题，这样。我等一下解释一下6V 给你听，因为那天我也是交泡芙交了很久。
那最后是刚好生出一只公的，必要的扔给他，所以他那时候那些小炮那个樱花儿，就有开始一些5V大量发生。然后后面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之后如果要练一次的话，你就是从生蛋开始慢慢学。他现在升的比较快，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给他一只6V的，所以才会更好遇到6V。哎呦！而且昨天嘎嘎竟然没有给我带红线，在那边升他的那个阿伯索鲁，结果他说怎么升出来都是2B2B， 他就说不想升。结果他，那你有红线？我说应该有。那你有绑在他身上吗？他说等一下看一下。我说红线长这样，他说那我应该是没有，我要气死。来哦，我解释一下哦，就是，太完美了。这个先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那个谁问的？福日吗？来哦，教一下哦。应该有基本的孵蛋的经验嘛，对不对？你看哦，像这只公的速度没有满，然后这只母的防御没有满，所以两个5V加两个5V嘛，对不对？他们至少有互补到防御跟速度，所以如果他们5V是刚好吃到彼此双方互补到的，所以等于是加红线是完美用到 5V。然后剩下 EV 的话就是0到31选择。懂意思吗？这样讲一下好了。爸爸的6个能力加妈妈的6个能力 ,12 个能力，对不对？那12个能力里面 HP 2取 1, 攻击2取 1, 所以如果你刚好吃到 HP 攻击的话，像爸爸妈妈一定是完美，对不对？那这两个就 2V 了。那如果刚好又刚刚好吃到那个爸爸的防御，然后妈妈的速度，这样就4V 了，对不对？那剩下的特攻特防一定都是 V， 所以这样是完美5V。那最后是特攻特防其中一个就是乱数决定，就是从0到31。那好，今天如果是两个都6V 是什么情况？两个6V 就是你不管怎么吃一定是5V。你看哦，这样子你不管怎么吃嘛一定是固定 5V 对不对？那刚刚说的红线是绑 5V， 那第 6V 就是乱数决定，所以两个 6V 去升的话是32分之一，只是属性一样就同。没有，这个要去找，那要去 Google 看一下。像玛丽露是叫做水中跟妖精，是吧？水中一跟妖精，对，然后要生的话一定要是母的哦，他只会遗传母的，所以那时候小雨才会说生公的比较好，因为公的可以当爸爸嘛。然后妈妈的话就是你今天可能要生另外一只，可能是拉鲁拉斯或什么的话，就母的拉鲁拉斯生出来的一定都是拉鲁拉斯。对，属性不等于那种。蛋主，你有没有多的大嘴娃跟小小象？没有。大嘴娃我多的有是有啦，好像有泡芙给我的。你等一下哦，泡芙在不在？妈给我起来，我问一下他的甜蜜球。小象还没有。那大嘴娃这边这个是泡芙给我的，然后这个是准备要练的，那这个是要谁给泡芙的？因为上有甜蜜球，泡芙你的甜蜜球。阿亮，你要先来拿吗？大嘴娃，你问我设为鲤鱼王了吗？有，那个阿亮给我的，还有一个观众给我的，我挑一下他好了。你的甜蜜球啦，阿亮要先换吗？大嘴娃。
感谢教学。对啊，其实就是你今天像那天我们不在敷鲤鱼王吗？敷到第一只6V，我为什么没有拿去换？就是你拿去升的话，可以提高下一只6V的几率。香菇是哪抓的？大师弟捕获。你要去大师弟里面，你要多看几次望远镜才会准。像我一个望远镜现在都是看3次4次。就那一天是无聊乱点，点了第四下的时候，同一个望远镜点了第四下才看到某某菇。目前总共有几只色尾？我身上的玛丽露加干爹给的百变怪，然后还有一只两只圈圈的三，你是说几只还是几种啊？几只可能有点多、哦。玛丽露圈圈的拉鲁拉斯一部，月亮一部，哦、这真的好看。然后，再就是这些了。所以望远镜等于是重置大师弟用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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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远镜只是看说大师弟有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准备要去抓的时候，我在看望远镜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个，没有看到某某菇。应该说，我看了第四次是某某菇。那第五次看的时候没看到某某菇，我就下去抓了，然后还是有抓到，懂吗？晚点啊，肚子痛，女人病。所以阿亮，要不要？大嘴娃，那你要不要借我小小象跟洛雷索来生蛋？你知道这是色尾吗？我没有小小象啊！你哪里看到我小小象？我只有盾甲，没有小小象呢。而且小小象是弟弟抓到的哎，你没有遇到过吗？看一下哦，在哪里？哪里呀、啊？看错了。哦，对，我这一盒也要丢掉了。这一盒有些，不然快满了。你看，满出来了。弟弟有小小象啊。对啊，我那时候在地底抓到小小象的啊，可它进化成盾甲啦、啊，它进化盾甲后就没有拾取了啊。没事，真奈，我在找盾甲，你等我一下哦、喔。我帮别人看就看很快，自己要看不到。哦、喔，在这里啦。还有落雷兽是不是？好，这也是观众给的哦、喔。还有什么？大嘴娃可以跟我借尤基拉斯生蛋吗？我想一下哦，等一下。尤基拉斯是不是？这个也是节操给我的。好，来吧，要借的赶快来吧，很阵地。啊，这边不能交易，哭啊！
干嘛？你想练小小象大军呢、喔？哦，你开图鉴了、喔。八八，我在八八。不是啊，你尤基拉斯也可以跟直接有钻石的人要啊。你没遇过，那你遇的不够多、喔。交换。欸，你那只要还我、喔，他那只身上有带厉害伤药，那个是他在小小巷的时候带的，所以那个厉害伤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意义的东西，记得还我、喔。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说啊，不然就带这厉害伤药毕业吧。没有，我相信你会还我，你怎么可能不还我？你怎么可能不还我？对不对？来洛雷索，哇，真好看。哇哦，正片拜拜耶！对啊，观众给的设尾的，浩福快点，我在八八等你。不过等一下，有人要跟我换尤基拉斯。哎，喵扎好了吗？还没的话，我先跟浩福换哦。你先大量陪俩赢，快去刷。请刷一只送给我，而且那种准神兽的、准传说的，很容易断哦，你要想清楚哦。你剩下附电跟漂浮，你说你全图鉴吗？目前能看到的吗？哇，你那么强哦！阿扎，快点进来，不然泡芙就进来。赚到怀疑人生，漂浮是漂浮啦，泡芙来。你好像剩下附电拜拜跟漂浮泡，哇！为什么你那么快啊？你真的很扯哎、欸！扯爆了扯！八七八七八七八八，对，等我一下哦、喔，等我一下、喔，你等下可能要重连哦、喔，飞哥。靠腰哦，是 J 耶、欸，请问有真版的幻遁甲龙吗？我有拉七拉加六 B， 一部博索。更多的因素，
干嘛？你这群人听到就发疯了。不过进化了，喵阿扎，快点，等你。不是，你要重进，你要重新进来。刚刚泡芙在跟我交易，我刚刚不是说你要重进吗？等等，帮我拍一下几点卡，你上次没存到。BC 好吗 ？BC 没有。等一下，等他来。我要继续生蛋。你是不是叫他泰瑞啊？哎，干疾风，你不先来拿你的魔蘑菇哦，我要放生了哦。阿嘴说泰瑞，泰瑞。哎，不是不是不是，哎不是，哎你的泰瑞进化了啦。白痴哦，让我看这动画，你好狠哦。我已经不知道看几次了，烦死了，烦死了。好啦，我疾风，快点，赶快给我进来，我要赶快孵我的毛毛菇，你快点。进化呀，对啊，他有带啊，因为其实鸭嘴宝宝身上有机会带着。早安，黄玉生，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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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精神。敌方，你还有30秒，剩下5秒钟，4秒钟，3，好，拜拜，吓死他，快点，观众在等。你可以给我猎雀就好吗？我好，我自己还要生一只猎雀，好烦哦，好烦，好烦，好烦。你没有猎雀啊？啊，不会去生哦。那泡芙你又拿货了吗？欸，泡芙，阿亮问你，我叫雀男啊，雀男是谁啊？那这还是我唯一一只的，欸，我要放生他了，跟你讲，那随便抓得到的，你那边唯一一只，我要放生咯。5V 大嘴雀又不是 5V 吗？
没有啊，一批都没有哦。有啦，速度 V， 放生喽，拜拜。好啦，继续生。还有人要蘑蘑菇吗？阿亮有什么需要？正负电拍拍吧。哎、欸，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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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怎么盒子变这么多？等一下啦！哎、欸，干！干！我要拉更远的啦，贝兰！欸、白目啊！干，我要拉更远了，不行不行不行，你们给我来前面。我知道盒子会越来越多啊。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啊！啊，不然这个神兽这边我不动好了，不然没说太远。这个是固定队伍，固定队伍常用。要组放到最后一个页面就会，要组放到最后一盒就会判定，不是啊？他们不是说每一页要有一个吗？哎、欸，泡芙几点卡好远哦！我的天啊，这我也好远。我干不是哎、欸，不是哎、欸，妈，我要点到有点失智了啦。A B C D E F G H I J， 泡芙拍照。你下面一览我啊，我知道啊。可是这一大堆什么鬼东西的，我是看得懂。哦，有哎、欸，没事，那把没事了，没事了。繁星还在交换所吗？我可以下去啊。交换所怎么可能打个开包包啦？你生好了、哦，包包、所以副电拍拍是珍珠版的吗？你是谁？你是阿喵？所以你刚是给我什么？哦，你的泰瑞。够有活动收集星星沙子，对。我看到那个任务就不想接，没在玩，没什么在玩，抓超级。两天后就要考试，不是考试，考试跟地区没有关系吧？每个地区都会有考试啊。好啦。练拍拍没有分版本哦，
交换进化一定有人可以啊。好吧，我要开始习惯用这个东西了。都是后院的孩子们，好吧，好吧。哇，那你有什么？你又有什么？你又有什么？你有副电拍拍是不是？帮我集气，加油，加油！哎、欸，那我可以跟你普图见吗？尼多王、尼多后、九尾、胖可丁，还有什么地鼠？把地鼠我自己去弄。啊，反正靠腰，我也没有卡地狗。还有，哎、欸，这样讲你好累哦。看，蚊香蛙皇不是蚊香勇士。这个的话，我跟泡芙要吧，要一只狗狗，然后这个我自己生，然后通地鼠我有哦，好，我自己生，你撕我第七你没有的，好，钱干嘛？钱 ，money money money， 这个我自己生，我生我生啊，那个，哎、欸，泡芙晚点帮我抓一只。抓一只那叫什么裂空座，不是那个绿毛虫，我总是叫裂空座。尼多啊，尼多后我自己用，尼多王，尼多王，对，绿毛虫叫错人，欸、好多哦，新画面又都要看这个了，八六八七，八六八七这是什么东西？八六八号九一问号，直接打八六到九一问号，还有什么？109110，哎，每天一点点好了啦，这好像有点太久了。这个是什么？墨海马？哎，墨海马去掉就好了，对不对？那我就不用。那我们一天一个四代好了，好不好？我们一天就是今天是第一那个第一四代的啊，明天换第二四代的啊。这个可能要请你帮我敷欸，因为这个当时是你直接丢给我补图鉴的，你有抓到、哦？对。快龙我可以，超梦，好，超梦，可以呀、啊，你统一撕我就好，统一撕你什么东西？你说包括连我没有的东西吗？那些蛋吗？没关系，那个蛋我要吗？要的话我再撕啊。还有什么？鱼食兽。哦。哎呦，哇，亏，好亏，好亏。应该这样子了吧？其他
其他我再想想，我再去生蛋就好了。像地鼠跟墨海马，刚刚那个谁阿喵要借我摸嘛？还有猴怪，猴怪自己去生就好了。地鼠、猴怪哦，好，应该就这样子了。爸，给什么给我？好，那你们那边好了跟我讲，我去摸墨海吗？有一四个，我靠，去死啊！我不去了，我去，那我去，我去八八。你们那边好了跟我说，我们观台后再来交易好了啦，不然后面太久了。还是你们想要看看那些你们没看过的宝可梦？白痴！机车哦，卡车，卡车，你怎么在我家外面骑阿车？这个简单的方法能，我还是给你。待会跟阿扎拿墨海嘛，我待会去。你看你家上面那个又要从后门才能进去，因为你家这边不能，你家很奇怪，你家就是不能在这边让人家去交易，能出去，懂吗？你家就只能人下来才能交易，上面不能交易。你先把通信交换用一用。你是跟我讲话吗？你们那边先忙，对吧？你们那边先忙，然后我再来吧。里面是卧室啊，啊，这边是玄关呐、啊。那这边是什么？仓库还是养小狗的狗屋？哦，生出来，生出来了！客屋，天哪，你给客人住里面哦 ！D N Q 客里屋，奥普帮我打气，我要咖啡色的毛蘑菇，而且要母的哦。其实抓宠还好啦，公母应该还好，没有拿来当主力的。就随便换又不会怎样，赶快换一换，还去洗碗，随便换啦，人家只是请你帮他换东西而已。咖啡色香菇来吧，来吧，他的脸真的是很好画哎、欸。
钻石在此，有需要帮忙吗？有，很多人需要你。兔窝发现珍珠的比例比钻石还要多太多了，就跟伊布的性别一样。昨天我们通话有七个人，就只有节操一个人是珍珠，我们其他都是，不，节操一个是钻石，我们其他都珍珠，超好笑的。请问一下，丑丑鱼慢吞吞可以吗？你丑丑鱼要的话，你要那个内敛。你是真钻酸版双版，哇，你也很拼哎、欸，你也很有爱、欸。没有，我以为钻石比较多人，因为当时我第一个，第一个直觉是泡芙会喜欢珍珠，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选钻石好了。然后他说他比较喜欢他那一只，我说哦，那我珍珠没关系。泡芙比较喜欢珍珠的神兽，而钻石的神兽叫什么？没有猎雀，猎雀要生啊，现在只有大嘴雀不是吗？猎雀要靠自己生。我想说，我有抓到像三地鼠、三地鼠猎雀跟那个叫灰尘，那个火爆猴。我想说，那这个我就自己生那个百变怪出来，没关系。你是跟朋友一起买双版本的，我选钻石。对，我也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买的，那我选的珍珠。我是你朋友吗？这样子，哎呦，哎、欸，泡芙，你家的玄关有点……那泡芙介绍一下，他是谁？自动贩卖机吗？卖饮料的？我看一下、啊，好久没进来了。欢迎光临！哇，泡芙，你家有电视可以看呢、欸。又见面啦、啊，我的粉丝们！粉丝们，速配指数，好，拜拜。哎呀，珍珠在此加一位，欢迎加入我们伊布的行列。繁星可以用一只只有 EV 的设为铃铛，想换一只高 V 的吗？连锁到新类，我的连锁，你连锁，你要连锁什么的啦？你要换什么啊？随便一只高 V 的吗？那你要随便一只高 V 的某某菇吗？我现在某某菇在量产，还是你要尼多那个尼多朗？你连说什么到心累啊？哦，你连锁铃铛响吗？随便都可以。好啊，如果你真的心很累的话，那你等我好不好？飞皮肤完我给你。我也没有头盖龙啊，我昨天头盖龙啊，对，谁有头锤龙吗？还是什么？我要借一只，因为我今天的报社需要 12.5%， 我 12.5%， 哦，化石母的也是有几率，是不是？没事啊，几率这东西交给百变怪了。头锤我要去练的，我都还没进化。你有多的吗？还没进化的，我想说我练一只存着。欸、还是我有啊？不是，我是有什么啊？我记得那时候还阿亮了。我等一下去报社看，等我一下。那个 6.2 等我一下哦，我付完这个哦。好了，来了来了，开箱开箱。有，你有挖到超多化石，那你等一下丢一只放在身上给我。哇塞！不是吧？
哇，震烂震烂，这次好快哦。对啊，就是因为这只色尾很好看，所以我才决定要来敷它。今天色尾很快毕业，我是觉得他把之前尼多系列的吃过来了啦。我那时候尼多也是敷了快三箱吧。泡芙玄关加持，我觉得是欸，因为在上面在主卧室那边都没有升到，在这边就升到了。尼多系列电水位真的还好没有升到欸，我会哭欸。啊，没事啊，那个如果等一下是公母，我还是会照练这一只，好不好？拿来抓宝可梦用的。啊，赞啊赞啊赞啊，对啦对啦。公的拿来抓宝，阿母的带在身上，当主力啊，这样性别歧视，有性别歧视的社会体制。第一只哦，哇，东武的哦，钻烂钻烂钻烂，真的好好看，我的天哪，这配色好适合我。防御了不起，哇，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赞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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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加入社会行列啊，蘑蘑菇，我要哪一只啊？尼多尼多兰，尼多尼多尼尼尼多兰，也不对，我从这边拿就好了。这配色比绿色好看太多了，就好看呐、啊。5V 色我也可以啦，啊，可以啊，所以我会练它，反正吃个银冠就好了。这只也会练，然后再过来。还有什么？哦，看其他的，来。哦，可惜了，不是这只，可惜，可惜。好了，那个谁，那位 6.2 还在吗？ 6.2 还在吗？你特性要毒了，就是中毒的话会回血，还是你要包子？包子是打到你随机会，对方会随机有中毒麻痹或燃烧效果。 6.2 在，好，你要哪一个？因为这个包子是捡特工的，可以这两只啦，包子跟毒疗，你要选一个，让你选一个。我是建议毒疗啦，因为如果你在抓宝可梦过程中，他打到你，他中毒或是他燃烧的话，很亏哦、喔。是中毒吗？我记得有睡眠啊。啊，没有燃烧是不是？有睡眠。中毒麻痹睡眠，对啊对啊，没有燃烧。毒疗啊，拜托了，好好好。来吧，来交易吧。也辛苦你了，锁到心很累。那天锁一步有点心累。你看你家就是不能交易齁。人在外面抽烟。室内禁止吸烟。你看。出来就可以。蜜语，那个我们再三个八七一个八八哦。所以阿扎的超假狂气叫什么？黑鱼很会吸什么东西啦？我原本要给他看，他要不看，哎，我也没办法。
哦，你跑去跟黑鱼交换。呼唤交换。那我要把我旧的铃铛响给丢了。毒寮带剧毒宝珠，不用对面放毒也可以补血。我知道啊，还有那个啊，干，那叫什么？黑色污泥。等你哦。哇，下一只，下一只，下一只什么？地鼠啊，我们先把那个敷一敷好了。我们先把没有的宝可梦敷一敷。无聊，交换，交换，那辛苦你了。那你觉得像我这样子孵蛋有比较好吗？你要不要用一只铃铛响去生一只，这为高 V 铃铛响，龙头地鼠吗？什么龙头地鼠？干地鼠啦！哦，红花球哎、欸！铃铃铃铃铃铃铃，哇，真可爱。那好，谢谢你的玩家 ID。我收着了哈，蘑蘑菇你要不要？小雨要不要蘑蘑菇？要吧，我这边还有一只好的哦，要不要？好啊，来，我在八八，三个八七，一个八八，还是你要通话？你刚睡醒吗？三个八七，一个八八。圣诞色尾，我觉得还是要你家楼上装潢超吵，好吧？等你一起加入圣诞的行列吧。对，一起来圣诞吧，然后去泡芙加身，哇，完美！你看前一批的蛋有泡芙的加持，下一批的蛋就生出来了。只可惜微歪，但是生命比较低。来，我给你公的，公的也好育种嘛，你喜欢公的，来来来来来，加入那个小雨执事大队，然后这边是女仆大队，嗯，什么？这什么吉利蛋？哇，泡芙加群聚，来吧，我们去泡芙加群聚。那这只的蛋种就只能真的是大师弟了啦。所以等一下吧，给我治愈之星吉利蛋哦、喔。哇，好像有哎、欸，没关系，小雨的就是不一样，好吗？你竟然不是给我色尾的，哎、欸，对，你怎么会把色尾弄到太阳衣物上面啊？你是不是进化错了啊？按错。繁星，你可以。我可以用蘑菇毒疗吗？你要跟我换什么东西？可以啊，可是我现在好的毒疗就只剩一只了。小雨还给我什么吗？我总算太棒了，我一直想要，太棒了，我一直想要，太棒了，我一直想要，太棒了，我一直想要。小雨是不是坏掉了？蒸蛋就可以了，那来吧。好的，小雨，我要换下一个交易的了。我想说晚上七点了，结果还黄昏，他就变太阳一步了啊！哭啊！你有没有独挡啊？对，你是自动存档哈。哇，猎雀！哎、欸，你等我一下，我去看，我去确认一下，我去确认一下。我去确认我今天是要什么东西。如果最好是给我一开始的那只啦，那个小只的肥龙。
女士还有三只，我去看一下。我觉得他是说头锤龙吧？哎、欸，你要什么？战锤龙。哎、欸，哎、欸，哎、欸，等一下哦。不是因为我昨天问了三次，他没有理我。我昨天晚上我在兔窝 DC 有跟他们说，哎、欸，你们谁那边有战锤龙可以跟我借一下？你可以问昨天兔窝的敌风在吗？然后杰超就说，哦，他有，可是他是头盖龙。我说那要进化什么之类的。我说没关系啊，那明天再跟你们要好了。有吧，疾风，我不是有说吗？小雨，你看，小雨，你看，小雨，我要跟你焚香快乐。啊，好好看哦！等一下哦，这只孟特的，放这里。这边是孟特区，那你没有用了、欸，拜拜哦，哦，拜拜，嗯，拜拜，巨蛋，拜拜。哎，不要，我记得天恩也很棒，等我一下。嗯，名字，你。嗯，有，不是，我跟你讲，这个意外是发生在我昨天想要孵一只色尾的尼多纳母的。那昨天是有个干爹跟我说，繁星，你知道尼多纳的那个尼多后的色尾是什么吗？我就很笃定的说，啊，我知道啊，就是紫色的啊。他说你去搜寻，然后一搜吓一跳。是什么？它是快龙的配色，快龙哦，一模一样的哦。黑色污泥毒疗不受用，黑色污泥是直接扣生命哦，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耿鬼可以啊？耿鬼不是可以带黑色污泥吗？那所以是巨乳宝珠哦。哦、嗯，这样啊。它是毒幽灵，对，所以是收到耿鬼是毒系会回血哦哦，是这样子哦，懂了，抱歉，我是，对，抱歉，我以为蘑菇有毒，抱歉，我以为蘑菇有毒，抱歉。哎、欸，小雨。那我把我这只放生掉，拜拜。小雨的比较好，小雨的比较香。嗯，那这个叫什么？切换名字。欢迎加入可以色色行列。可以。哎，这打字好累哦，我可以拿掉 Switch 吗？可以色胚，色胚是什么？色色。加入可以色色行列，移动。耶、yeah, ，又多一只啊！赞啊！啊，这边是阿亮的。哎、欸，阿亮，正念拍拍，你还要吗？你不要的话，我就
我想一下还有谁？喵渣，你不是还要吗？你好了，你们那边好了吗？你都可以留啊，所以我随便刷个垃圾给你就好，是不是？随便抓个垃圾给你就好了吗？留都留，当自己家啊，拍拍啊，拍拍啊，这在这里啦，找半天。等一下，你给我去前面，这边是待产区。好了，在等我。哎呀，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久。不是，地下有拉达，小拉达我怎么会没抓？等一下哦，我们还有三地鼠，对不对？找一下三地鼠啊，三地鼠，三地鼠。哎，三地鼠嘞？啊，还是三地鼠是阿亮借我的。哎，好像是呢，好像是阿亮借我三地鼠的呢。好多一部哦，你要吗？那天生了一大堆蒙特的。不会啊，可以顺便看你箱子。不准看，不可以看看。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三 D 啊，在这里啦，这个风铃铃铛响，拜拜。然后这个，三蜜蜂哦，要放生吗？成龙去哪抓？成龙在那个。你有拿过红线吗？如果你有拿到红线过的话，就是在这里，这边往那个往右边走的时候，你会选一个清除迷雾嘛？然后清除迷雾的那个很大片的湖泊，那三个都会有成龙。你想要母伊布？等一下好不好？好，那个喵阿扎来吧，就跟喵阿扎交易。又有默默海马而已哦。如果你不要的话，我可以接收啦。你，我好像也只能接收吧，不然你还在哪一只跟我换、欸？你要母伊布吗？其实我好像没什么母伊布哦。你有没有百变怪啊？你用攻的好不好？给你攻的，然后你去生，送我好欸，不坏。啊，这是什么默契？他点到离开了，笑他，大家笑他，他点到离开了，他点聊天室打哈哈哈。不想说，他刚刚这个转圈圈也太快了吧！啊，人就不见了。我有看到，难怪我想说，怎么会有两个夜月转身离开？啊！哦，然后我们礼拜一不是有那个吗？就是。阿旺梦到他跟那个音乐的关系吗？然后我昨天在洗澡的时候，然后我的脑中有一个旋律在，那首歌就是周杰伦歌《狼牙月》，一人憔悴，我举杯。哎、啊，你要不要进来？你觉得今天阿咪狗会玩什么、啊？小雨，你进到变别人了，谁在巴巴？有谁还在巴巴？那我们去七七好了，不要去巴巴，我们去七七，我们去七七。我们去七七，今天鹅啊，
是昨天运动会结束后决定的吗？是吗？那我要去巧克团那边，填什么？哎，怎么知道今天是我没有看到什么交易的哎，不交易的啦，填表的。一个账号没订阅，还敢不订阅啊？啊，那蘑蘑菇的话是什么？努力值嘞？攻击速度还是攻击血量？我昨天在帮发发测试哦，有没有中文比较好懂了？那天在跟诺英他们乡内在玩的时候，他们那些 V 联动的时候，就哦，有 V 不有 V 有中文，好懂好多、哦。不知道之前在干嘛，翻译翻超久。你是攻速252，然后生命不是因为我这一只是那个啊，是那个什么固执啊，固执也是一样吗？你有龙之鳞片的话哦，不用，因为我有图鉴了。但是繁中不能用，很可惜。对啊，莫海马，莫海马，那你知道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要换了吗？还是休息时再换？你有，是可以啦，因为你要现在换，可能会换到四点多哎。还是你们要看？你们要看的话可以哦、喔。那我们来换吧。那我们来换吧。对啊，就是很多泰国房啊。我那天跟小雨分开玩也是遇到泰国人。我们来七七。反正我只要是狂点左键就好了吧。耶，换图鉴咯。谢谢阿亮。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哎、欸、等一下、喔。好远哦，好远哦！宜兰罗东，宜兰罗东。哦，不行，尼多王真的好帅哦！进化型还我，不进化型你拿去玩，可以啊，我一定会还你啦，我也没有多的东西。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丢给我，我丢回去给你这样子。小兵安安，哇！我没有多的货币跟你玩。而且尼多纳跟尼多后是不能生的。我现在省进化石头，现在都没有下去挖，所以我需要省一下。那就是石头太少。我昨天唯一的日之石，还是我们干爹疾风案提供的。他说他挖到一大堆，我说我从来没挖到过。六 V 丑丑鱼，有没有啊？六 V 丑丑鱼啊？聊天室有人在送哦。我觉得会有人有啦，没关系。疾风案一定会想要举手，但是他应该去洗碗。我应该放在左上角好久。
你想要丑丑，你想要什么个性？太阳直少，太阳眼很多啊，不是？来，我现在讲一下哦、喔。你这几天看我的台，我几次下框过？我就只有最早那几一周目前，我就只有一周目的前面那四天很努力在下框，之后就在孵蛋了。你看，每个人都要丑丑鱼，你多生一点吧。大胆悠游自如，我觉得就是拿来当蛋种呢，就是有六 V 五 V 之后就可以生了啦。而且太阳岩是钻石，哦难，不是难怪啦，你可能跟日之石没缘，就真的没缘呐。而且蜜一周目没有什么可以换的，就投盖了，嗯。还是那一位李逸婷，你有多的5V或什么的话，你也可以提供啊，可以让他们自己去生，如何？这个建议不错吧？哦，初代的真的都好好看哦。哦、我崩溃了，宝石海星怎么那么好看？你只有三只六 V， 那你就给五 V 就好啦。繁星你升好了，我给你什么升？你刚刚那什么？那送你啊！我这边还有几只毒疗的啊，不是啦，还有几只蘑菇的蛋还没升啊。还是要跟小雨一样，我就丢一颗蛋给你们，你们自己去升，可能是个梦想这样子。那天小雨就不是丢到了吗？哎、欸，好好看哦、喔，是不是也要搞一只啊？我记得宝石海星色尾是蓝色的吧？哎、欸，小雨，有没有考虑一下宝石海星色尾？好看呢、欸。要的开房，我一一进去。我觉得你开房呢、啊，等那个人离开之后，你就说下一位这样子，如何？等下我看到什么？哦，看对了。你有 V 就可以了啊、哦！你看他们都很知足，很棒很棒，你们是个知足的乖孩子。对啊，那个谁，那个要送的开比较好，不然你一个一个出来打的话，你也比较辛苦。他们自己排队，自己打架，这样子。对啊，你就不用一个一个打啦、啊，你只是要内练，不是？嗯，对对，跟你讲一下，禁格这个东西其实很好锁，嗯。你把你的生日打出来了、欸，哈哈，哇哦，你上个月生日哦、喔，生日快乐！雷精灵真的是拍咪啊，不是拍咪啊，凶巴巴哎、欸，他的嘴巴就是那种很像那个狗准备要咬的那种隆起，对啊，其实性格很好弄，其实你有一只丑丑，你就开始给他随机狂升嘛。然后有了之后，你就用那个不变之石放在内练的那只身上，这样就好了。然后哦，那你也生日快乐，就是不然就是哦，还是你的意思是说你的 B 没关系，你只是要内练而已，这样子吗？白海是开始请你自留，什么东西？不要。哦，你叫我自己留着进化是不是？干，那我想一下哦，我的货币是不是有点少？有几只？有几只？剩下几只？哦，是哦。我需要几只自留的？欸，那我要抓一箱货币出来了，随便去点，随便抓啊！有，我还有一大堆伊布啊，碎啦！我一堆伊布可以用，懒呐、
白海狮应该是进化了吧？不会又要什么水之石了吧？一只金嘎，反正我留下来好了。不行，这炮的。对不起，我用。啊，我那个货币箱在哪里？你知道吗？我说过我要把这个名字取那个谁，米菲的名字，但是为什么不取？因为这只是阿亮，没关系啊。关于昨天的米菲，我真的也是吓到了。泡芙知道吗？应该知道吧。昨天哈记我跟小黑真是吓到了。对吧、啊？你有没有去好好安慰他、啊？我觉得我也很过分呐、啊，因为，哎，因为有时候大家哄了一开玩笑就开过头，对啊，没有考虑说米菲还是个女孩子这件事情，哎，刚好三个男生都对女孩子哭没抵抗力，不是哦，不然。才刚开台就哭，当然没办法。昨天抽奖的时候开始，我的眼睛超级痛。然后，所以昨天我本来要先去抽奖，就抽的过程中在揉眼睛。我就是边揉眼睛，然后边在玩。然后昨天大队接力那些，我其实都是闭着一只眼睛在跑的。虽然我的 V 皮那时候是一直会眨眼的，但是我昨天确实也是一直眨眼在玩。我昨天就是边眨眼边揉眼睛在玩，然后手又很抖，跟残障一样。我踢足球真的好好玩哦！我真的很建议把那个什么躲避球改成踢足球，踢躲避。我必求什么的？看一下哦。对啊，都是公的哎、欸。那个你可能，可是这只是内恋母的啊，但是没有那个那个特梦特，所以还是用公的加百变怪居生吧。有了！跟你讲，大蛇背也是我的名单。哑巴、欸、那你知道你在观众席偷看红色斧头人头吗？我不知道哎、欸欸、不过你昨天真的好扯哦，因为我们昨天也是要抢中间，可是抢完中间之后我是踩到了环速效果，所以我那时候是踩在灵魂沙上面完全动不了，就被你打出去了。你知道你那个 EV8 是什么意思吗？EVA8 你看都没有人知道，超爽的，只有你的观众知道吧。天哪，昨天有看小雨台的才会知道哦。哑巴、欸、你就生了这几箱要拿来当货币交换房，我就完全没在管中间效果是啥，直接打。对啊，我们其实也是啊，其实好了，我们就想说啊，小雨好了啊，差不多你该下去了之类的。没办法哎、欸，打不赢哎、欸，这只蜜蜂很凶哎、欸，这只蜜蜂凶狠哎、欸，超凶的哎、欸，打不赢，巧克力打不赢，赢不了。还是就是因为你在观众席盖的那个图腾，帮你加的那个 buff， 我们拿的是剑，你拿的是斧头。你看，你昨天活生生的把米菲砍死、欸，你就跟他讲说，因为昨天在聊说要1.8好还是
正常砍好。就米菲打了你很多下，但他是 1.8 打你，这样子。还有吗？哦，没了。感谢，谢谢。洛雷兽设为的，对，观众给的，观众送的，就说他也是连锁吧，然后连到就是问我说有没有要，我说可以啊，你如果真的不要的话可以给我，我会放在可以设设。我就真的很喜欢大蛇背跟那个谁，宝石海星的配色，颜蓝色，宝石海星蓝，哇，这种讲这种话就觉得哇很有格调哦。你穿什么绿？沙奈朵绿，宝石海星蓝。我的色色区在哪里？可以色色嘞。啊，我的可以色色嘞。可以色色在哪里？这里。然后，哦，这只还是母的哎，啊，练一下好了。干太子。看没有啦，哪一箱啊？这箱是蛋。就是这一箱。蓝色的话呢，烈焰马、小火马，我会想要连一只送小雨啊。对啊，想要连一只送给他。无聊。对，刚刚有谁要跟我换东西的？我错过了吗？最最是不是要换衣服？那就最最来吧。也没什么。来，最最。哦，生生给你了，生生谁？生给你了，好，抱歉。叫太亲密了，用了叠字，不好意思。然后说不可以用叠字哦，那醉醉，我们要叫你醉了哦，醉过来。哦，啦啦啦啦啦，蛮想去厕所。原本想要连六尾的，可是没看到地上有连锁点。对啊。六尾好像也是要靠生的，对不对？还是后院会有啊？有没有那种后院的表单？有人整理吗？干，小雨，你昨天是皮宝宝吗？你知道我昨天皮宝宝，今天胖那个宝宝丁。我在想明天是不是小孵蛋，或他妈的是皮球？皮球原本就有了。大蛇背身上有水之石，看你要孵后自己用还是用。哦，哇，你们好宠我哦！我最喜欢这样宠的感觉了。我最喜欢被宠的感觉了。哦，你的大谁？大舌头。六尾是珍珠，不是。今天是想要连一只色尾出来，你懂吗？今天我们是想说啊，个体值什么不重要啦，啊，就只是想要一只色尾拿来玩玩呐，所以才会想要去连一只，懂吗？李峰有听懂吗？有听懂人说话吗？我变时空旅人
之后时间线跟你不一样了，你今天是3D龙。不，那你明天就是宝宝丁哦，爸爸皮宝宝哦。所以今天是鹅鸭嘛，那我等一下我开到五点好了。我之前也是皮宝宝接宝宝丁，对啊，就是连锁39之后等40慢慢刷闪，对， 39的时候就开始刷闪了。至少你会有保底 3B 的设尾啊，这样也不错啊，懂吗？哎，我觉得这边怎么孵蛋变好慢，还是去那边好了。很赚哦，头盖龙母的很难孵。不会啊，就去，嘿，去给百变怪搞一下就好了，搞一下，等一下就好了。对啊，你看我的月亮伊布，我现在努力就是中那些减攻击跟减速度的，因为那时候是为了培养那个去跑去打训练家。我现在中了那个一堆减攻击的，要去调养它，对吧？第一个金冠应该是扔给他吃，这样。然后晚点我再去弄那个，先把穿山鼠弄到有5 V 6 V， 丢进去升，这样子。欸，其实我蘑菇是今天睡醒的时候才开始在养的，欸，哇，太好了太好了，看到色尾就是心情很好。我那天看金冠要50连胜，对啊，因为化石跟御三家一样功能，而化石的蛋是不是也要走5000步以上？啊，50连胜哦，喔，所以他不是用 PP 换的哦，喔。哇，你要射回小火马吗？没 V， 你有多的吗？你多几只啊？对，最后跟你换过东西吗？靠，你不早说，我放生了。靠腰，靠腰。你是去连锁吗？我想说，那无不是连的话，那只送小雨啊。普通太完美。没有，只有一只送你。好啊，那先送我，我再去连一只给小雨。你们送我的，我自己留下。我要送小雨的，我自己去连。这样，来，我们去七七。你地下撞到啊？对哦，你昨天说的是不是？欸，他们很夸张欸，他们是地下撞到色尾啦。昨天阿伯索鲁被一只六尾用大字爆炎烫死，我吓到了。皮皮胖丁喵喵吉利蛋伊布多边兽皮宝宝跑跑丁玛丽露丽丽正电拜拜负电拜拜飘母泡泡盆菜怪摩摩尼小不蛋哦，就这些吗？啊啊，就这些哦，好吧。可恶，我连梦特都撞不到。对啊，我昨天就是想要拿一个复制特性直接去刷。你想要漂浮泡泡，大家应该都想要吧。等等吧，等观众看谁后院有漂浮泡泡，再生一批送给大家。
所以我猜你明天应该是玛丽露，后天是副店拍拍。哦，你明天副店拍拍哦，交给你了，副店拍拍。副店拍拍，你是我大哥，交换。然后这个也是那个谁，栗子，那个惠斯，就是那个栗子，他第一次撞到的色尾就是他，还在小萌新时候哦，还在22等撞到15等啊，色尾小火马，好像40也有加成，可是我昨天这样介绍的时候被打脸了，他说地鼠加成就只有那个色尾雕像而已，不是色尾，是色尾雕像，欸，是这样子啦。我不知道，因为我昨天两次地鼠都跑去撞。我昨天两次地鼠都跑去撞宝可梦，然后撞了大概七八只以上，然后就都没有动。你之前手抖把它打死，没事，它会再回来的。哎，本人出来了，哎，就是他，他就是蛮喜欢画我的那一个。蛮喜欢画我啦，我在画画很好看的那一个，因为我不是有分享那个吗，那个听说有人喜欢，你喜欢仙姬球吗，那个就他画的。我在没有地鼠时间撞到的那个影片，哪个影片，然后宝可梦带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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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去泡芙家试试看能不能再升到一只色尾六 V 母的个性队啊，拿去8591，哎，等一下，今天还没拿，抢劫，印象中地鼠还是有色尾。好，没关系，我就是没有，因为我看国外的，对啊，我也是看啊，欸，笨小子，没事啦，我觉得就感觉都是运气啦，会遇到就是会遇到啦，没事没事没事，谁也没有错，反正就是看脸，你还是要赚2000多只宝可梦才会遇到，没笑，这里。抢劫！乔可果啊，还有一只在哪里？我忘记了那个。哎，这里呀，记得这边出去吧？哦，不是，干，我种在这里哟。北七哦，这些这么难种的东西，我怎么会种在这里呀，啊？看下城镇地图哦，柱国爷爷在哪里呀，啊？家园是左边吗？好像是欸。叮叮，刚破完第四道馆，现在正要去挖矿种植。挖矿种植人生什么种植？我昨天早上原本想睡觉，但那个时候。从喷雾狂欲怪来，结果就突然跑出亮晶晶的特效，我瞬间想，哎，哦，难怪你就说谢谢喽，谢喽，我醒了，因为这样子吗？树果爷爷的家，繁星都会忘记什么状况，我就想说啊，这个我会常来，啊，这个我也会常来，啊，来来来到后面说啊，这个原来我住这里，我想说我会种在一些蛮常经过的步道上啊。你看这个，就是我每天都会来拿，所以会种在这边。可是最近又觉得对树果
卷了吗？还有一堆树果种哪边我都不知道，哎，路过就乱撒有没有？不知道哪天就是因为这样子说，你是我爸爸啊？你是谁？二十年前你，像现在我在狂种这个啊，点攻击的。我现在有这几个嘛，HP、特攻、特防、速度、攻击。我的防御不见了，哎，减防御的没起啊。这个如果生出来，我明天，因为那个哪里，孤蛋那边我也是种了一大堆这个，所以如果那边采收的话，应该还是有三十。你现在全部收一收，只种一些地方，我也要全部收一收。西安安，台主吃饱了没？一点半吃饱的。宝可梦，好了，我都生完了，不啦不啦，我都看来要不知道种去哪里。请问这么多点，我要怎么找？还是用通信换树果？还要换到死哎、欸，真的要换很久哎、欸。这里啊，这个就是宝可梦中心附近的，我都会种。那这样踩一踩很快啊，然后厉害钓竿是找他拿，是，就他我一直想说，反正现在没有在钓鱼，想说随便拿，应该不用拿。安安哦，看到树果就想到我把华丽大赛全打关了，你打完了哦？你怎么那么恶心？宝可果是什么？受到哦啊！哎干，那这个是不是也要中啊？受到效果绝佳的火属性终极招式，真是。所以这是给像什么草属性的啊？给那个谁找王吃？等一下，我现在要动，动这个好了。你是说对啊，多一次按摩机会不是吗？一个在那个海边，对吧？那个是哪里？多大了？哦，他这边很奇怪，一次雕四个啊，另外那边就不行，奇怪怪、欸。宝可梦，啊，这又是在哪里啦？找到四十个地鼠是两千，对啊，你洒水位置的问题是吗？所以是要站在最右边会比较好咯。下雨天那边底下自己洒很奇怪，对啊，这边有吧？嘿嘿，石榴果。不是，那要站哪边？来来来来，这四个点，你跟我讲，从左到右，一二三四，要站在哪个点浇花比较好？教我，教我，教我！我是真的要想知道，不然每次都是两个两个浇。教我，教我，教我，快点！不然每次，干你借过。二跟三的位置吗？没有，我要听笨小子说。
来，我在这边存档。请问要在哪边浇花？可是我刚刚是站在最右边这边，是浇了四个哦。右二这里吗？一次浇四个是不是？我还没更新，不好意思。Hello， 等一下，我 Switch 先拿起来看一下啊。应该不会坏掉吧？我只是浇个花而已耶。哎，强迫关台哦！哎 ，Hello， 安安，现在出道一没有啦，我按了关，按了更新就画面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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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噔。纳克怀怎么回事？没有怒关。哎、欸，右二不对，来来来，反正，应该说这几天玩下来，我四个位置都有尝试过啊。反正就是你教这两个，就只有这两个。那教这两个，就只有这两个。更新会重开机正常。哦，是哦，懂吗？所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就只有那一个地方？因为那一次我第一次到的时候，我是教其中一格，四个全部教。你看啊，右二是这个吧？几率我觉得不是。啊？还是他跟那个啊，牧场物语一样啊？为什么？到底？再试一次，还是要站那种那种很微微、很微、很微的那个角度啊？打脸打好快！不是，我真的想问为什么啊？因为刚刚我确实也是站在右二啊，我都站右二哎、欸，还是浇花也要练那个啊，臂力啊，一次浇四个。你看我都右二，但是你刚刚不行，我就急重开机死几率吧。不是啊，我是真的要问，我不是要打你脸什么的，我只是想问为什么可以，因为一次交两个太累了。我没有怒关啊，怒关就直接关台了哦。这里这里这里，欸，还是这次更新的，我刚刚真的是站右二啊。等一下，我记得还有几个点，我不信。比如说伊利电球这边吧，我今天好像我晚上有收吧，他是要站在中间交一点，站二跟三中间如何？不，我现在就只想要知道一次交四个的方法。看一下哦、喔，没货了，五 V 一步要吗？哦，不行。我昨天半夜动了，来给你们看一堆顽皮电球、顽皮雷弹还是什么霹雳电球。欢迎来到踩地雷现场，你看这些地雷跟我的鸭嘴宝宝的头有没有很像？到哪边？我看一下、喔，这里
去地雷区吧。对啊，留一下，这里是金门吗？哎、欸，过分，我金门。哎、欸，我里面还没有去过哎、欸，我里面真心都还没有去过哎、欸，比真心镇还新。我昨天生蛋的过程有好几批都是在海上生，就在这边准备走到泡芙区的时候就生了，就这边其中生了一颗。还好啦，我问金门的同学，金门有什么好玩？他们在台地的，这假的，好棒哦、喔！是踩地雷高手。有哎、欸，来了，我们有东西可以玩了，四格的。哇，八个哎、欸，好赚哦！三小黑地狱图，你说没有网络也可以玩踩地雷吗？西里是什么？哈？只是材料吗？那我是不是也要种这些啊？这些有需要种的必要吗？这是打对战那时候才要吃的吧？我看有时候都是受到什么攻击，就算吃果实，伤害减半。来哦，牧场物语哦，飞格交，啊，看来各位还是努力浇花啦，来了，泡芙家就很奇怪啊，我也不知道，我是真的很想知道一次教师哥，我更想知道哪边有一次可以种很多的地方，我要当那个牧场物语玩。先让他练到40等，所以就是攻击速度满，然后体力六格六点这样子。啊那个谁，啊笨小子会怎么练？固执的蘑蘑菇，斗笠菇，固执斗笠菇你会怎么玩？就放弃速度吗？快点泡芙，需要你的祝福，需要泡芙家的祝福。我们等一下来挖矿吧，好久没挖了。
个性是固执。个性是固执。咖啡色香菇。你听到挖矿的声音，对。所以如果有要连锁的，就乖乖连锁吧。如果刚连锁断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等一下来挖矿。不能一次偷懒交四个，没事吧？只能两个两个交了。听到你要吃它，怎么敢出来？哦，它是 M 吗？吃我！吃我！身为一个食物的使命就是要被吃，这样子。繁星发出了挖矿的声音。挖矿！挖矿！供血房呢？什么供血房？哪一个组啊？因为这只。我原来这只是防御不够，所以是攻击体力。哇！好，猫吃到猫球，所以攻体252，防御6。你欠打是不是？你看吧你。你不是给他的金冠吗？对啊，金冠是一定会给的啊，他只是会不会拿来当打手是另外一件事，只是拿来可能拿来挖矿嘛，不是挖矿啊，抓宝。哎、欸，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我们可以带主力队伍出去玩了。我很 N， 我是说食物的使命啊，我很 N。哇，铲铲安安，哎、欸，铲铲，我很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关于你前天不是有 po 个文章吗？我很想跟你说，我也很想对你。做女生说的那个后那个事情啊，我也太变态。那重点是没办法说啊，这话会被当骚扰啊。哎，白痴哦、喔！没玩过，没事没事。回到地面上，铲铲，给你看这只可爱的家伙，它是社尾。刚刚生出来的，他是今天的宝宝，这样子。他看能力，色尾宝宝啊，有一点点爱慕虚荣。好哦，背文太多，你在思考哪一个？那我撕你，我撕你，我撕你。哎、欸，对耶，没事啊，蛮喜欢看你发背文。网路连线，蜜鱼，爸爸哦，来，小编要私讯你咯。黑鹅还没进来。开早，开早，开早！
哦，鼻子好痛。所以等一下开到五点，那五点结束后，等八点，八点我们开鹅鸭杀，鹅鸭杀完，萝卜端，鹅鸭杀完再来继续我们的穿山鼠，哎、欸，我们要孵穿山鼠，蛋啊蛋啊蛋。我刚刚也在想，应该是这篇。哇，真不愧是你！哇，三地鼠，哇，赚到！哎、欸，三地鼠在哪遇啊？我发现我好像没有三地鼠，在沙漠吗？还是洞窟里面就有？对不对？这个说出来是不是很不得了？鼠杀暴队，鼠杀暴队。你好像是不是只有一个字打对？我刚要抓哑铃，遇到一堆什么观众吗？粉丝还是耳男？哦，地鼠哦，哪边哪边哪边？几号道路我去抓？我想说，你刚要抓哑铃遇到一堆，我们刚在聊的话题好像是关于耳男。我想说，你遇到一堆耳男什么意思？豪利吗？没有啊，就三地鼠不是那时候喵啊画了一个很母汤的图吗？是很恶心的，没错啦。沙漠，你是在那个吗？道路还是在地底？你今天不是大量出现是哑铃吗？异性的话确实比较微，对啊，所以才没有异性敢这样对你讲啊，对不对？如果万一异性这样对你讲的话，还不封锁，还不先截图起来，然后再封杀他这样子，猛男地鼠。228那边有沙暴，对啊，三地鼠串门气死。228哦，228是不是在冠军战斗场那边啊？战斗场，我帮我发现我蛋会生不完，看到穿山鼠想生，大蛇杯又想生。现在看到跟我一样，看到都想生。对啊，就是离不开啊，打什么主线，深色围了啊。但通常我都会嘴炮他们，那你不能嘴炮我。没有啦，欢迎你嘴我，好不好？这样感情才会好。那你还好吗？你不是打疫苗？有看到你的那个文章啊？快死了，手不举了，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哦、喔、啊啊
当不到。很熟的男生，我觉得也是要看对象，有些可能太熟也不能聊，对不对？你身边的都说 AD 无感，我好怕哦。那个，我们最近这边打 BNT 的，个个都说快死了。下一个我在等小雨，我看小雨有没有快死的感觉啊？我抢到人家的礼拜五打交给你了，小雨勇士。现在，就大家都是人，没有啥不好的，除非对方是抱着不对的心态来，没有啊。小雨，加油！繁星还记得等级球的龙岩虫吗？那什么东西？你第二季 BNT 只有注射的地方痛而已、喔。哇吼！月亮一步，存档存档。人家口出狂言，没事，我最喜欢看那些废文。有时候打开 FB 滑一滑，欸，说到这个，怎么办？我真的很怕交换礼物的内容是我已经买的礼物，欸，就是怎么讲 ，FB 上面会有广告，对不对？就是会浏览到你那个曾经看过的网站嘛。可是那天就是那个谁小雨跟我们在聊那个买宠物用品还是什么的，然后他贴了给我看之后。我在那边东逛西逛，逛到一个，欸，我觉得还蛮适合当交换礼物的。结果前阵子他好不容易被我刷掉消失了，最近又跑回来。我在想说，干不会大家会看到一样的东西吧？因为那时候我真的礼物已经买好了，所以我现在还在想说要不要买新的礼物了。怎么办？好怕哦，我好怕哦。打混都没事，我真的是天选之人。我觉得你真的是今年水逆，是不是？不是吗？你不是前阵子有碰，你好像就是一直都在水逆的状态。没事啦，真的撞礼物也很不是，撞礼物是其次，是可能会说，哦，这个就是 FB 上面广告的那个嘛。我是很担心这件事情，我连做梦都梦到说这句话。一模一样的话跑出来，知道吗？我前几天做梦梦到这件事情，我就梦到说，哦，这个礼物就是 FB 广告上面看的啊，这是最尴尬的吧？然后只能回说，哦，对啊，我在上面看到的啊，没有礼物真的，就是你那天讲说那个柴犬抱枕很可爱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天我就已经下单了。啊，我好怕哦！你也知道我脸皮很薄，要被问号了。我只要学哈基买那个很大箱的维力炸酱，而且是两箱，然后当礼物送。我身体状况很烂。
所以第二季也往生不太意外。我在想欸，因为我也是这两年身体才比较好，之前有健身啊，那现在没健身，感觉有变回来，变比较差。维他你的 FB 一定没看过设为 PP 玛丽 ，PP 玛丽露又是什么东西？哦，白痴哦，你是说礼物哦？那是什么啊？根状化石是不是？哎、欸，这是什么化石？好恶哦！谁家的姐夫？对不起。哦，光之粘土哦，啊，怎么光之粘土是长这个样子？白痴哦，会是化石呗？会发光的姐夫，你很难被撩到，所以我通常都只有撩别人或是被别人打枪的份。来撩我，撩我。能者打个繁星安安哦，被撩到了，被撩到了，真的像鼻涕耶，恶心死了！繁星安安哦，他是对我感觉，对不起，哇，我终于看到你了，哇，原来你长这样子哦，你以后多出现好不好？拜托你了。你缺这个哦？我缺光，我昨天才第一次拿到日之石，而且是跟疾风案拿到的，因为那时候要进化那个太阳种，不，向日种子。人生的几大作决，他好像喜欢我，他好像对我感觉。还有啊，我还能反杀，我可以反杀。我可以反杀。我起来，我还能送。进化石你都挖到超多了啊！你就常常窝在地底下，存档、存档、存档，你多厚？你准备拼问号了？来，你拼问号，我就去吃它。有没有跟着问号走？问号就是你的那个走路的点。我是很常被撩。哎，木木是菜渣那边的吗？但要撩动对方就有够难。没事啦，对不对？像最近我不是都是在讲一些很撩的话，在 Google 那些很撩的话讲出来啊。对啊，雨恋怎么不在？今天雨恋没出现呢。哦，不是哦，想说你跟铲铲很熟。所以我想说，哈，跟铲铲很熟，那应该是隔壁来的吧？哔哔，开跑开跑！啊，跑起来跑起来！我今天打疫苗了，你知道什么是什么疫苗吗？什么禽流感？哈哈，对不起，什么？还是口蹄疫？没有啦，对不起，什么、啊、AD BNT 还是？难怪我没有粉丝了，都被我吓走。爱你的每一秒哇，没吧？我最近都在龟龟那边居多，怎么了？怎么会开始看龟龟台？没有啊，我的意思是怎么是改在龟龟台？
龟龟台比较好看，还是它比较常开台是你在的时间，还是他玩的游戏？好，我学下来了，我下次拿来用。你跟龟龟那边更熟哦？你说聊天室哦？哦，也是啦，不然之前跟其实都是去聊天室去聊天的，没有在管台主在干嘛的。F 未知图腾 F， 所以他有 A 到 Z 吗？他也是 A 力的吗？那我晚点也要来打疫苗了，好诶、欸。那么我要拿这个了解课。哇，那没用了欸，小雨都在看台，不能聊他了。这句话万用，记起来咯。好，记下来，记下来，记下来。在那边，我熟的都消失了。没事，我还在，好吗？只要你敲我，我都在。那我以后打开退局第一件事情不是点去不是点去木棉花了，要点开龟龟的台，然后先 take 很残，先 take 千落。哦，大菊花不倒。不是因为我最近开的时间太长了，可能没办法，就是可能我关台了，那隔壁那边也关台了，比较可惜吧。破解了，破解了，哇！你看他已经打疫苗了，他已经先注射好疫苗了。小雨现在已经打完疫苗了。但是我都乖乖龟龟的 DC 那边，然后听着睡着，什么意思？哦，你是打开龟龟的 DC 挂着，然后嘞，然后不看他的台吗？没事啦，如果。怎么一堆复制人？这是谁？这是谁？怎么又有复制人？我的观众都没这么多。这些复制人是谁？是谁？小雨去撩人了？不可能啦！要小雨说出这种甜言蜜语的话，不如叫他去穿女装好了。没有啦，搞不好他会选择用讲。那群复制人，哎、欸，不见了。哎、欸，哦，在这，那些是谁？没事啦，因为菜在那边，我倒是，是他刚回退群没多久就看，比较早期的观众。哦，想到小时候过了。被勾走的心，我回答你的心被勾的不会痛。哇哇，这些到底是谁？我相信你们也没看到这些啦。哎、欸，我们再找一次吧，我们再找最后一次就关台。我再去准备第30，我会挂他们的语音，然后是我的刺绣。哎、欸，那个刺绣蛮好看的哎、欸。很懂刺哦，好，很会刺的，不懂刺。龟龟那边的 DC 我还没进去，其实龟龟也很努力呢，因为蛋这个人连里面都有哎、欸，有问题耶、欸，
哎、欸，你是谁？你是谁？就是你，你是谁？不要跑！立香，你谁？抓到本尊了，抓到本尊了，想跑？你是谁？我有时候会不知不觉被套路哎、欸，然后嘞，像是之前有个男生突然问我，老公爸爸哦，这个我知道啊，老公爸爸跟爷爷啊，不是吧？是老公爸爸跟男朋友吧？然后是说。思维的，就是老公、爸爸、男朋友，谁是没有谁没有血缘关系？而且那时候是说，老公、爸爸、男朋友谁讲话不会碰到嘴唇？那时候记得是这样子啦，是老公、爸爸、男朋友谁在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嘴唇不会碰到，然后就会下意识回老公嘛，对不对？我说嘿。反正嘿，老公，嘿，老婆，什么事？我那时候有用过这个撩过点点啊，他那时候是笑着回我白痴哦、喔。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吧，那时候应该是这样子讲法才对吧。我最近在挑战看看能不能把教主你画的图给刺绣画。我画什么图？哪一张图？龙岩瓜牛啊！存档存档存档，没有的都存档。哎、欸，不过我当时有很想要拿你给我的照片拿来练骨架、欸，很想啦。就只是每次练到后面，就是一直就抓不到感觉，很挫折，就很像你被抢，就很像你那个啊，也不是哈，怎么讲？就其实练骨架真的要一直很长时间，一直练，一直画，一直练，一直画才有办法进步。啊，我就是画一画，画到后面整个放弃了。我最早以前的图啊，其实都是。我不会存下来，我几乎都是会扔到资源回收桶里面。因为很多我的黑历史，有更多黑历史都是在以前电脑，然后被删掉了。然后那时候的比较好看的都丢在粉砖上面。只是到后面想说，啊，这些黑历史还是存下好了，不然就这样删掉好可惜。这样，好多人在挖，最多八个啊。最多八个人，我现在挖不太到卷卷耳的雕像了，好难过。就像泡芙现在挖不太到那个樱花鹅的雕像一样。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过主线？我在收集雕像啊。有时候就算有爱也没有用，会被观众骂。哎。你生这只干嘛？这只又不强，你生这只干嘛？有烈牙露莎强吗？有6V烈牙露莎太多了吧？这边三个人呢、欸，疾风那两只龙在互看吗？啊，他们家就很恐怖啊，还有一个叫嘎嘎的家啦。哎、欸，我记得疾风不是前阵子才好不容易正常了、啊。幽灵人鬼啊，很近了啊！你撩的都色色的撩，那你可以撕我吗？我想学。
不是，我是真的想要知道哪一种，因为有时候临场反应就是看你平时听的多少跟看的多少，就可以马上举一反三的出来，把肉棒给你吃。等一下啦，这个不行啦，这个撕我好不好？这个会被 ban 啊，白痴啊！哦，白痴啊！你说漏捧哦，抱歉，对不起，我觉得应该是不止我看错啦，因为不是我讲一下聊天，我的后台聊天室太小了，我看第二次才看出来，这不会吧？捧啊，我看得出是捧啊，延迟啊，白痴哦。等一下啦，我这算吗？我最后进来不算是不是？我在喝水直接喷出来，我很抱歉嘛。啊，不算。那你要吃吗？不是啊，这就只能打字而已啊，不能念出来啊。如果你对着一个人突然说，欸，我打一句话给你看，这样子，这样还会被撩到吗？我说我那句，我看一下，别人一上来就说喜欢我，不喜欢你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上来。哦，这个我也很喜欢拿来讲，欸，我那时候也好像是说什么，我那时候说我好像喜欢上你了。然后我说：“可是你还没上来啊！”我那时候好像听到是这个话，就说：“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你。”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第一个事先回说：“你这变态！”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你。不行，因为我听到这种撩的第一句话，我会觉得很想笑，我觉得蛮好笑的。对啊，就像我喜欢一个人，是他喜欢他自己一个人，还是他喜欢上了别人这样子？他说我喜欢，我发现我爱上一个人。狗狗，你笑到黑姑，对不对？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很好笑。刚刚那个漏捧是意外啦，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我聊天室多小？要看吗？你们那时候应该也看过吧？你看这个字其实真的很小。断句要断好，这跟断句无关吧？喜欢上就散啊，喜欢上就上，好吗？不行，我们这个还是等晚上深夜台再来聊好了。然后好像很正经八百的，讲出来。我旁边有人，现在听到一次就笑一次，我很怕被当神经病。我跟你讲，我之前也是啊，因为刚刚玩 GMO， 很早期玩 GMO 的，那时候又不能笑太大声，每次只要笑就被家人骂。几点了啦？因为我觉得正规的撩，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欸。我真的比较喜欢听那些干话的跟很好笑的东西。
幸好我刚吃完泡面再洗碗，不然你在漂。你现在你刚刚是在笑什么漏棚的事情吗？我都不会在任何面前讲一些讲话之类的，我高几率油门踩到底啊！我跟你讲，那时候就是在菜渣的低吸频，那时候听到你那边也是跟着聊天，啊，那时候就是因为你们常在深夜在那边发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突然出现，那时候燕也是说哎烦心什么之类的，就然后都不讲话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离开，我离开。对吧、啊？所以那时候其实进去就是要听你们讲干话，讲一些话这样。而之后就是真的变得比较少出，你们就比较越来越少出现了。那时候好像就是从 GTA 结束之那个没再玩 GTA 之后吧，就比较少再有玩，有互相玩。撩妹与日你对不对？波特王。波特王很多也都是网络上找到的啊，因为波特王很多之前聊的我都看过。不是他也是讲很多，就之前讲的啊，算了，不要讲好了，那太多了。然后那时候他有几次是撩，他不是说几次是撩的时候被反被撩的时候，就画面太尴尬，不知道怎么。我很少，但一旦就没有底，没事，请带上我，我要当车头。我最近比较少了，最近作息变比较正常。那些复制人怎么越来越多了啦？上面也有，下面也有。请问到底是谁啦？怎么那么长、啊？有那么长啦？这谁啦？究竟是谁？谁是一开始？的金发妹妹，为什么每次都会遇到啊？哎，五点了哎，差不多快关台了。什么东西？之前有字太超过，就那边一个文字区被改成不能传图片，一定要再更。你说打字打太超过吗？台主，你的地理怎么可以超过八个人？我不知道哎、欸，可能是称重吧？有没有那个电梯线程承载重量是什么500公斤？然后这些人每个都1公斤，这太多了，我真的很恐怖。哎、欸，小雨，你之前挖跟观众有没有挖过矿？有遇过这种情况吗？我其实之前图片啊。啊，之前不是就是会有那个 DC 会来锁人吗？我之前也是啊，我之前贴那个日麻的比基尼照片而已，它是游戏里面本身的那个时装，然后他就说我被 DC 阻挡了。我都没开地中跟观众挖啊，好可惜哦。那时候跟他们在分享我收到的各式。但我没有直接存在那边。挂号师爱杜雷陀，你是收到什么的？男生还女生的、啊？因为我相信你应该是收到不少啦。哎呦，这里啊，这是什么碎片？要求分享不行啊、哦！我觉得我们的话题好像可以留到10点之后再来聊，怎么办？好多话题可以聊，哈哈。很久没收到了，但是各种怪怪的都看过了。我有在里面，从我这边看到景象是满满的不会动的繁星复制，是我的复制人吗？哇，那你应该很开心吧？都是我哎。让那个，你小心说话。你说我吗？大家冷静一下。好啦好啦，该冷静了，冷静了。反手出来了，大家乖，冷静。好了好了，准备关台了，大家冷静。那个安全带系
安全盖来，安全带该解开咯，油门要松下来咯，这什么东西？你是谁？这什么？啊，化石盔是不是？啊，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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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速过快了，对，抱歉，我聊到忘我了。我也是，只要有人逼车，我就会停不下来的那一种。对，我忘记这个是合家观赏的宝可梦台啊。不行，那我要深夜来，深夜才能玩，可恶，可恶。警察零件不要，然后还打出就说啊，我认错人了啦。冷静，不要再开下去了。好，不能开了。剩下的我们私下聊，好吗？剩下的私下聊。好啦，这个地鼠踩完，快点，我们踩一踩地鼠。今晚见，十点后见。我应该还在收尾，收尾什么？你说你那个吗？缝那个线吗？那你会对那个什么迷你的东西有兴趣吗？就是可能做个那种小屋子还是什么，就可能手做的那种小房子、小屋子。哎、欸，你的火爆兽后面好像长翅膀哦。对啊，先去睡一下，不梦网。好，晚安，晚安。哎、欸，这好看呢、欸！哇，等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哦吼，超帅！那个女孩好，好吧，没事没事，问问而已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我。没有啦，啊，那时候就是吃东西，就烤肉的时候说，哎、欸，等一下烤肉，你等一下烤肉要吃，哎、欸，什么？啊，你今天有烤肉吗？没有哎、欸，那你可以考虑我。柚子有兴趣吗？我没有啊，问一下。因为前阵子看到很多人在 po 那些精巧的那种小东西。你在洞里面转右边蘑菇头，繁星你在什么意思？你是说烤肉会胖，但？考虑喜欢我不会哦。转右边蘑菇头，我转了啊，干嘛？没有哎、欸。好，我可以考虑一下。哔哔，快，快，啊怎么没有？哦，不是踩最后一个，往下蘑菇头吗？右边往下，我忘了啊，没有东西啊。会调视角，我按了没有用，是不是不是我家？是不是因为不是我家，所以没有用？奥福好像抓到色维巨精怪了，迪亚琳娜，等一下，泡芙，我在挖撩的时候要天使第一联合最有效果啊，不用啊，我觉得天使就够了哎、欸。直接赤裸问他要问，哎、欸，
波斯炉。这些复制人太帅了吧！错位置了吗？哦，进菜了。遇到木头没用啊，超可爱的。没事啦，没事啦，可以考虑啊。欸，捷云你会被 ban 哦，捷云。多冷呢、哦！噔噔噔噔！啊，看来是蒙正太。QQ 球是地瓜球吗？对，哇，海包球，对，就是地瓜球，你最爱吃的那个，还是不一样，同一个哦。你看，我都还记得你喜欢吃地瓜球，对不对？爱还在吧？没有 QQ 跟地瓜都有啊。没有，因为小鱼是香港人啦，所以他会问啊。他台语学得很快，他真的是让我知道香港人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快很强。好啦，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我试试看我家可不可以转，一直都没消失过啊。消失什么？我类比推了没用啊，不是骗我，白痴哦、喔，按住 Y 啦，然后才能这样子看啊。好啦，感谢各位今天下午的收看。那晚点是鹅鸭杀，那鹅鸭杀结束后，我们再来搞那个穿山鼠，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晚点开车 DC 见，没有啦，台语我不会讲，但听的习惯大部分一直一直。没事没事，大家最棒了，感谢咯，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进来就结束了，晚上见。来雨练刚刚学到的。一个要撩人的话，刚刚有人教我，就是说，雨恋，你猜我刚刚打的疫苗是什么？忘记了，就忘记了，我忘记了。等一下，那个疫苗叫什么？
欸，木木教一下，我忘记了，白痴哦、喔。哇，我刚在想那个关台词，想到忘记了。哦、oh, ，对，爱你的每一秒，对对对对对，对，干，拉惨，哎呀，哇，要聊海外用具，我对不起，哎、欸，我有跟他们说，我要拿这个拿来撩你，好吗？你要听我解释吗？我想应该是不用的啦，你也不想听的，对不对？你应该也是觉得啊。忘记算了，没有心，没有心，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不合格，完蛋了完蛋了，我要写笔记下来了。我好失败哦，对啊，怎么办？我好失败哦，我连撩人都不会，真的笑翻了。啊，那你如果要看，你可以看前面一点的精华。你要不要再打一次那个出来啊？给他吃晚上再多撩一次。哎呀，那你要吃我不急。好啦，那就这样啦，那晚点见咯，各位晚安晚安晚安。你还是去看迪士尼卡通吧。对，我要去看，我就要看阿拉丁。要不要那个鱼链？他打的你要吃吗？你只能说吃或不吃。哎、欸，没有啦，你怎么把他编了啦？我就要打的啦，哟。好啦好啦，就这样啦，我好像玩过头了，管理员不开心了。啊，大家晚安喽，拜拜拜拜拜拜。